麦克风 OK， 现场准备哦。来，三、二，耳目一新，开麦秀。你我没有距离，就在这里，中心点滴汇聚，还要有你，大爱融一起，彼此心连心，缺一都不行，让你耳目一新。Hello， 亲爱的大家，欢迎来到耳目一新开麦秀，我是今天的一日 DJ 雅里。嗨，先跟大家打打招呼。刚才呢，我在开录之前，我就一直跟尾鱼在聊天，我就说下午两点的时候，大家都在做什么呢？是在路上吗？在家里？在工作上？可不可以大家在我们的 FB 上面留言，告诉我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真的好好奇哦，想知道。听众们，你们现在正在做什么？我一直想着你们。大家有看我们的直播吗？在大爱网络电台的 FB 上哦。有人留言吗？我今天真的好开心哦，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那其实前几个礼拜，蔬果生活志的制作人说：“哎，我要安排你去上一个。”广播，我说 OK 啊，没问题，我们来聊聊蔬果生活志。然后上周他才跟我说，哎，发现你是那一天广播的主持人呢，啊，怎么会这样？真的是太有趣了。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我就可以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大家身上，然后很专心的跟大家好好的聊天，这样。那在这里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蔬果生活志最近做的很多主题，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那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1:33，还有傍晚的6点，那这两个时间都可以看得到。那如果你觉得这两个时间你没有办法守在电视机前面的话，你可以上 YouTube 频道搜寻蔬果生活志，我们现在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的 YouTube 频道了。那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好不好？欸，真的现在经营 YouTube 频道很不容易耶，好不好？拜托大家了。好，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自己这一阵子饮食上的心得，然后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下蔬食生活的一些小点滴。那不知道在听这个广播的朋友们，你们对于蔬食的了解是多还是少呢？有人是弹性素食吗？或是你已经全素很久了？甚至像我一样，我是已经是 vegan， 就是我不吃蛋、不吃奶，那吃全素，然后包括五星这样子。好，也要留言告诉我们哦，好不好？有吗？有人留言吗？等一下马上上去看一下。那这一阵子啊，因为疫情期间，所以呢，我在外面工作的时间变得比较少，那在家里吃的时间也变多了。我觉得在家里吃饭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你会觉得，哎，我今天要煮什么好？可是为什么跟昨天又一样？可是我觉得在家里做菜，它最大的优点真的就比较干净，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去外面如果出外景，一直吃外面的东西，都会觉得自己身体好像胀胀肿肿的，甚至是会有一点点阿杂阿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哦，好多人留言哦。熊勾乙他说：“雅里妹妹下午好，我小弟是你的忠实铁粉，还没吃午餐。”哦，你喜欢我访问小黑大厨，超幽默的。
谢谢你，记得要收看哦，好不好？我跟师傅们一起做料理呢，是每个星期一的雅里爱 cooking。那星期五是我自己去探索很多素食的餐厅啊，或者是我分享我自己吃素的心得，是雅里的素食日常。那星期二三四也要看哦，有素女孩开箱，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厨师做料理。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帮我们订阅一下频道还有 FB 好吗？欸，最近真的我觉得大家都不太去帮别人按赞，然后或者是帮别人订阅，我觉得要帮一下好不好？这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很重要的动力。那刚才讲到，其实在疫情期间在家里做料理的时间多了，那很多餐厅其实他们面对的挑战很大。像这一阵子蔬果生活志，我在做雅里的蔬食日常里面，我们就做了一个餐厅振兴系列，就是在疫情期间，其实有很多的素食餐厅，他们都是苦撑着，就是希望在解封之后，大家能够去店里面内用，或者是有更多的外带的机会。那我还记得我上一阵子，前一阵子去采访那个台北有一个知道的茶楼，大家一定知道吧？素食很有名的茶楼 ，CP 值超高，而且它的东西都非常好吃。然后我就跟老板聊天，我就说：“老板，你觉得在疫情期间呢、啊，你到有没有曾经想过你要把餐厅关起来？”他就说：“其实真的有，可是他就是为了要照顾他的员工，还有他说他都已经退休了，那做这个餐厅其实就是为了要推广素食，所以他真的是拿了他退休的那个退休金哦，这样子砸下去，每个月就是好几百万、好几百万这样，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餐厅养着。”然后也期待现在大家能够再继续回去内用啊，或者是他们也准备了很多外带的那个餐盒，大家可以参考。这样，其实这次我们振兴系列做了台北还有台中的餐厅，然后接下来还拍了我们还拍了宜兰，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高雄。我们希望就是把全台湾这些不同非常有理念，同时其实我觉得在疫情期间算辛苦的素食餐厅的心声能够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素食界已经是在台湾来说，我们就是15%的人口，对吗？我们如果不互相彼此帮助，我们不吸引更多的人，不一定是要是全素食，可能弹性素食的人，如果他们也愿意来吃素，那么这些餐厅他们就有继续壮大的可能。我前一阵子就跟在直播的时候跟很多朋友聊，我就说每天在我们素食的群组里面就有很多消息，就说今天又倒了3家餐厅，明天又倒了多少餐厅，大家都是真的苦撑着。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没有所有吃素的人去消费的话，其实我很担心疫情结束之后，台湾的那个素食风气又要重新开始。所以真的很希望大家，如果你觉得安全，或是你在你感觉舒服的状态，你可以选择你很喜欢的素食餐厅，不管是去吃或者是外带，都是鼓励他们一个很棒的方式，这样子。好，那讲到这里呢，我想要邀请大家来听一首歌曲。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在一边听着歌曲的过程中，别忘了也在我们的 FB 上面持续为我们留言哦，好吗？只要看见幸福的脸，烦恼不见，辛苦不见，汗水也都甜。绕了一整圈，我们又在这里见面，方向对了，时间对了，一起走向前。共同的语言。
整天，只要看见幸福的脸，烦恼不见，辛苦不见，汗水也都甜。绕了一整圈，我们又在这里见面，方向对了，时间对了，一起走向前。虽然是熊勾一在我们的那个 FB 留言说，上个星期五大爱电访，他打电话来问他喜欢哪个节目，他说他居然忘记说蔬果生活志了。熊勾一，你可以打电话回去跟他补充一下吗？他有留电话吗？你跟他说我最喜欢蔬果生活志，我最喜欢雅里了。这样撒娇有用吗？然后他说对没错，他就订阅我们蔬果生活志的 YouTube 频道，耶、yeah, 谢谢你订阅免扣扣哦，不用钱好吗？好，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我之前旅行的经验，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因为都没有办法出国旅行嘛，所以讲到出国旅行的这个故事都很容易会想要把广播关掉或者是转台。 No 不要这样子哦，我认真说完。但是其实这个故事跟我素食的感受是很有相关的。就是大概两年前呢，我到澳洲去出外景，那后来外景完之后，我想要去澳洲中部一个很独特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艾尔斯岩，然后如果用当地的语言来说，它就是叫做乌鲁鲁，是一个乌鲁鲁，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单体岩石。它有多大呢？它大概你要绕行它的一圈呢，大概有12公里到13公里左右，你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可以绕完它。那 你一定觉得如果是一个石头它有什么的特别的。好，我先说，我除了是一个很喜欢吃素的人之外呢，我很喜欢探索我的内在，是一个带着灵性的人。可以这样介绍自己吗？就是我很好奇，想要知道人跟自然在很融合的状况下是怎么样。所以我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会去找那种很多自然景观的地方，然后我去感受那个地方到底带给我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那乌鲁鲁呢，如果你上网查，你可以发现它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岩石之外呢，也有人说它是地球的肚脐。想起来也是，如果从外太空来看，你看到一个大大颗的石头，就真的很像是一个人突出的肚脐。那也有很多人说，我们的人有七个脉轮嘛，就是从海底轮往上一直到我们的顶轮，有七个像是引擎一样的能量中枢。而如果把地球看成是一个人，那么乌鲁鲁就像是地球的脐轮，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量点，是一个引擎一样的能量中枢。那乌鲁鲁在旅行上其实不是非常多人知道，可是有很多喜欢冒险的人会很渴望去那边，是因为从以前这个地方它是当地的原住民阿南古人，很重要很重要，他们算是很神圣的一个圣地。后来开放观光之后呢，澳洲的政府就让游客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爬爬爬爬爬到那个乌鲁鲁的上面。那如果你在游客比较多的时候，你可能搭巴士经过，你
你就会看到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上面，就有人在上面走来走去这样子。然后很多想要旅行的人呢，都渴望有一个机会可以爬这个乌鲁鲁。不过当地的原住民他们都非常不开心，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我神圣的非常重要的地方，你们怎么可以游客来然后就随便爬上去。所以在开放观光的这30年呢，一直有当地的原住民还有当地政府他们中间的一些冲突。为什么我会在2019年的时候去，是因为后来呢，当地的政府还有阿南古人他们协议，从2019年的9月之后，乌鲁鲁是禁爬的，就是你再也没有办法成，因为是一个游客，然后就去爬乌鲁鲁这样子。当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尊重当地的原住民，尊重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不过，像我这种那么追求能量的人，我就会觉得，哈，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好好去爬一下啊，说不定就是在爬的过程中，我会可以得到什么启发这样。然后我去的时候是南半球澳洲的夏天，是在我们的3月的时候。乌鲁鲁是一整片的红土大地，就是在澳洲中部很重要的红土大地。在那个天气，在那个时候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糟糕，约莫40度吧，就是每天中午大概都会到38度、39度，就是非常热的状况。那除此之外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的苍蝇非常多。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呢，头上都要带着一个像是纱网这样的东西，就是把苍蝇隔绝在你的脸以外，要不然有时候苍蝇它会就在你的眼睛里面下蛋啊，或是黏在你的脸上啊，其实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然后我也很享受那种自己旅行然后自己冒险的感觉。我买了旅游的巴士，每天早上5点的时候我就会搭着巴士先去看了日出，然后再到乌鲁鲁爬的那个道路上，就是在那边等，等到8点呢，他就会从那个就是要攀上去那个石头的道路呢，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呢，每天就会，我去的时候他就会先说，哦，因为这个风太大，所以我们暂时不开放。就是像现在大家在 FB 可以看到的，就他会有个牌子，他就说不好意思哦，因为风大，然后没有办法开放。然后所有人大家在那边等，你的全身的装备都准备好了，然后等到早上8点一到，就会有一个当地的公园管理处的人，他会穿着很帅的衣服，然后走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就很像乐透要开奖了，有没有？就是你要知道今天到底可不可以爬，到底可不可以爬。然后我去的8天里面有5天，每天早上我就是看到不同的公园管理处的人身上拿着一个牌子，然后走到我们现在看到的那3个牌子上面，把今天风很大的牌子换成今天炎热高温会超过38度的牌子，所以禁爬。我去了8天哦，扣掉第一天没有办法爬嘛，然后跟最后一天要搭飞机，剩6天。其中有一天呢，是因为我来不及搭巴士，剩下5天，每天都是禁爬的。然后那个失望程度就是会每天一直在累积、累积、累积，你就一直在好奇，我爬上去会是什么样子。那里的风景怎么样？我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每天一直在好奇这个。然后当然还是好，就是说也没有那么伤心啦。就是说不能爬了之后，你还是会想其他的方式去其他地方玩啊。譬如说像旁边还有一个 Catachuta， 也是一个红土大地，然后有很多石头的地方，也是很美，也是有做其他的旅行。然后到终于有一天呢，是一个男生的当地的公园管理处的人。他出现之后呢，他把那个牌子换成38度，所有人都很失望，所有人都走了。然后他就走到这个登山步道的旁边，就爬石头的步道旁边，他就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导览，如果你想要来的话，我可以带你看一下在这个乌鲁鲁旁边的这个步道，说一说这里的故事。我说好吧，那既然我已经来了这么多天，然后想做的事情没做到，然后可以做的事情也几乎都做完了，那我就来参加这个他的导览好了，反正 free 免费，免费导览。然后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没鱼虾也好的心情啦，就是可能爬上去没得爬的人就想说好吧，那就跟着他一起参加这个导览。然后大概有几个国外家庭吧，3个国外家庭，然后可能有一些情侣，然后还有我这样子。
然后这个公园管理处的人呢，他就开始说故事了，他就沿着那个步道。那在乌鲁鲁那颗石头旁边呢，其实是阿南古人，他们是当地的原住民，已经在那里可能好几千年，已经好久了，一直延续到现在。他们的历史跟他们跟这个土地的关系，全部都被放在那个石头的每一个边边，就是它有不同的区域。像可能你沿着石头的左边开始走，你会走到他们的男性区域。那可能在那个石头，就是它一个大石头嘛，然后下面会有个小凹槽，就像是你可以躲的小山洞，在那里，他们以前的阿南古人就会教他的孩子怎么样，做一些弓箭啊，或者是他们要怎么样培养孩子的勇气。然后在接下来呢，可能是他们做料理的地方，然后他就跟你解释说他们怎么样做料理啊，然后有哪些石头，就譬如说那个大石头的某一个部分是他们用来当砧板，就是切菜的，或者是用什么地方来做成是一个碗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个石头有一些区域，你走过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标志告诉你，他说这个是对于当地原住民非常重要的区域，请你千万不能拍照，同时你也不能够录影。像他们有一个女性的区域，在石头上有那个壁刻，可能刻着就是女性的子宫之类那样子的形状，他说这个是你不能够拍照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故事太多了，所以层层叠叠出来就会让我觉得哇，这里好特别哦。阿南古人他们对于环境还有他们对于这片土地的那个感受，甚至是他们对于这个石头的那个神圣感，我觉得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感受的。然后后来呢，一边导览，那天气也真的就很热，导览我们从石头旁边导览，然后到后来呢，他就带我们走到比较多植物的地方。那个导览员他就说，阿南古人他们已经在地球上生存非常非常久了，他们的所有历史还有他们的文化都是靠口耳相传，还有跟这颗大石头乌鲁鲁息息相关的。他们生活在这里，花很多时间跟这个石头相处。可是当天气在改变的时候，因为在红土大陆它其实有点像是沙漠的地方，如果没有食物，那么他们就会离开这块石头，到距离可能10公里以外的地方生活。那像以前的女性，就是在乌鲁那边的女性，她们会采集非常多树上的果实，像是一些叫做番茄藤啊，或是当地的一些在那种沙漠气候才会有的食物。如果在靠近大石头乌鲁鲁这里，因为天气的关系已经没有食物了，她们就会举家搬迁到相距可能10几公里的地方去那边生活。然后他现场就给我们看非常多在那里可以采集得到的植物，当然他不是在现场采了，他就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来给我们看。他说像以前他们就是采这些植物，那我们当然知道动物就会把这些种子就是带到不同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开花结果嘛，所以他们就会跟着这样子自然的规律到不同的地方去生活着。然后那个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受，我就在想，你看现在我们的社会，食物是送到我们的嘴巴里，对吗？我们有车子，用很多的碳足迹把我们想吃的东西都送到我们的眼前。我们冬天的时候想吃夏天的水果，农人就会想办法把那些东西生出来，似乎我们在主宰着我们要吃的东西，就是由我们想吃什么由我们来决定，好像我们是超越在这个自然规则之外的。可是在以前的人，他们是多么多么的自然，然后他们是多么的把食物 看得很重，他们的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寻找食物。可是尽管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掌控力，对吗？看似也很有掌控，然后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享受，但是我们在吃的食物跟那个时候的食物是一样的吗？他们吃的食物是接受着最自然的雨水，然后最自然的土壤，最自然的阳光创作出来的作品。
那我们现在吃的，像有些时候我出外景，我到中南部吃早餐，我就会喝一点咖啡，然后去超商买一个香蕉。可是其实我看到这个香蕉的时候，我没有感觉这个东西会极度的滋养我的内在。就是我们现在对食物的看法已经不是这个东西它进入我的身体，它可不可以让我感觉我自己被滋养，我是不是开心，或是我可不除了营养之外，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帮助我变得更有精力。其实那次的经验真的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我觉得好像在现代这样子的工业社会中，我们小看食物了，同时我们也太把自己看得太重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要说回来，那你一定会问咯，对不对？那你可是问题是市面上的这些蔬菜水果它就长这样啊，食物就长这样啊，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它，我去超市买的香蕉跟哪一个香跟这个真的有机种出来的香蕉有哪里不一样？其实呢，在台湾有非常多种植方式，除了一般我们认识的惯性农法，在台东目前还是有非常多人，他们很珍惜那块土地，他们把土地养好，然后用很自然的方式种植，譬如说像秀明自然农法，然后他们种的蔬菜水果我曾经买过，我买回来之后我就看着那个莲雾还有看着那个芒果，我觉得好奇怪哦，我看着他们，我尽管还没有吃他们，我都觉得好开心，因为它就是像是被自然滋养过的那个状态。它的莲雾一点都不甜，它的莲雾就像是在吃蔬菜一样，它的甜味跟那个我们一般想象中的莲雾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它的纤维却是满满的、饱满的，带着那种 juicy juicy 很多汁的状态。然后我真的吃那种水果会让我感觉哇、哦，好像你吃下去之后突然有一个油然而生的喜悦跟开心，那个是真的跟一般的水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现在过日子的方式，我们可能已经忘记我们跟食物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我们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用钱去买回来，然后我吃下去我觉得我肚子饱了，或是我吃下去我感觉我的口欲被满足了。可是其实我觉得植物有很多的秘密，它有很多想告诉我们的。因为你想，我们是人，对不对？我们跟他一样，我们没有根，我们吸收不到泥土里面的所有的力量。那尤其是像现在很多人在室内工作，我们是一个有机体，但是我们也不是常常晒得到太阳。可是植物它就是吸收着阳光、空气、水还有土地所有的力量。如果我们愿意看重它，其实它有机会可以很完整的滋养我们的身体，然后协助我们可能在情绪上更正向，甚至是在我们内在世界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好，现在讲到这里呢，我先来看一看时间哦、oh, 我就是一个很喜欢聊天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就是当你在聊，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东西跟你原来在台湾、原来在生活的时候想的不一样。像我那一次，尽管我是带着很多的欲望想要去爬那颗大石头，可是真正带给我最大的体会是那个导览、那个公园管理员他给我的那些回馈，他说的那个故事。然后从那个之后呢，我就发现，对，我应该在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我要再问问自己，这个东西真的是我需要的吗？或是我真的觉得它可以滋养我的身体？它除了让我不饿之外，我吃进去的食物是不是能够真的帮助到我？我们大家再来想一想，像你看呢，我们身为一个人，我们跟这个世界最近的距离，真的就是把我们的食物放到身体里，对吧？好吧，怀孕可能也是，就是怀孕，或者是你每天在吃的食物。可是像现在我们的食物中有蛮多的添加物，或甚至有些人，譬如说本来不是选择素食的人，我们在吃肉的时候，或许我们都吃进去很多动物它在死亡的过程中残存的那个情绪，因为职能不灭定律，对吧？
就是如果一个动物它不可能是在安详的状况下死亡的，那么它的痛苦跟它的难受都会在它的身体里，然后我们再把那个东西带到身，再吃进去我们的身体。其实就跟海洋中的那个塑胶微粒一样，它永远不会不见的，它永远都会在你放进去嘴巴的那一刻和你合而为一。那你选择跟什么样的食物合而为一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像我自己，我在吃素的过程中也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最早的时候很单纯，非常特别，我最早是在拍戏的时候突然选择吃素的。我经常跟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我是被吃素，而不是真的自己吃素。因为最早在拍戏的时候，有一阵子我突然体重变得非常轻，然后瘦到有点夸张，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吃完东西就是吐吐吐。那个时候拍戏我是穿短裤嘛，那到后来服装师跟化妆师他们都会说，哎，雅里你感觉怪怪的，你的腿怎么都瘦得像鸟脚一样。当然了，我不能够跟大家说对不起，我觉得我好像有饮食问题，因为我每次吃完东西我都忍不住想吐。那我一直以为我是情绪障碍，可能压力太大或是什么之类的。后来我也去看了医生，医生也说其实你没有情绪的问题，你没有饮食上的身体上的问题，你可能需要调整饮食。那我也去看了中医，那中医当然也给我一些中药调理嘛。可是我心里面暗暗就是觉得怪，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会突然吐，而且是三餐都吐，只要你吃什么吐什么。那遍寻不着原因，那我心里面的焦虑就越来越多。到有一天我真的忍不住，我就跟我朋友说怎么办，我觉得我的问题很大，我就是一直吐，然后我越变越瘦，我觉得我都拍戏都不联系了。我那个朋友他也是就是听一听，他想说你是不是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啊，生病了吗还是什么。我说没有啊，没有生病，真的没有，医生说没有。然后就说那有没有可能哦，是你吃的东西不够干净，那如果在外面吃便当你要不要试试看吃素好了，因为人家说吃素好像比较干净。最早的时候我真的是死马当活马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好，反正我现在有什么方法我就试试看。然后第一次呢，我也那时候二十几岁吧，我也不知道吃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就选了一个可能沙拉，然后把肉挑掉这样子，然后加上沙拉酱就开始吃。吃完之后呢，我也在等待那个想吐的感觉，就在想说好吧，天啊，又要来了，难受死了，又要吐了。结果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都没有吐，然后你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时候我的惊喜，我想说天啊，会不会我找到解答了。后来那一餐呢，我就真的没有吐。后来的一周吧，我就连续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别剧组给我便当嘛，那我就把肉挑掉，这样子就吃吃吃。后来就发现真的耶，哎，我只要不要吃到肉，我的身体就没有问题，我就不吐了。然后大概真正实行一个月，我的体重就慢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个时候我就说好，我知道这个方法有用，不过我就继续吃肉了。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人就是你有需求的时候你会做某些事情，当你缺乏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会回到正常的状态。但是那个真的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素食可以对我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帮助。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在对我说话，就他一边吐的时候好像他在告诉我一些事，可是只是我不够安静，或是我没有那样子的敏锐度去听到他想说什么。那一次我感觉吃素就是帮助我，他帮助我的身体有一个更安静更和谐的状态。然后后来呢，我这件事情就慢慢淡忘了嘛，又一直又隔了大概半年一年吧，我又拍了下一档戏，然后下一档戏是女主角客台的戏。那场戏真的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一开拍演我妈妈的演员说他不演了，然后我想说好吧，本来是一个很有默契的演员就不演了也没办法。男主角拍了一周，结果他也说他不演了，他在其他地方有电影更好机会他不演了。
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呢拍起来都怪怪的，居然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因为在搬东西被一个大石桌压到他的手，缝了好几十针这样子。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戏拍起来怪怪，有一点问题。可是我想说，我是只是一个演员嘛，我能够做什么？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是那个制作单位，对吗？可以想办法帮大家解决。我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把戏演好。可是中间有一天呢，我就突然想，我就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人家都说，不杀生是一种祝福。那要不然这样子，我来为这个戏吃素好了，就是等于说我祝福这个戏，我用吃素的方式来祝福它。那我那时候单纯的也是有需求，对不对？就是希望男主角不要一直哦，对，说实话，那个戏超酷的，换了第一个男主角不行，第二个男主角也拍了两三天之后也不行，但是第二个男主角是导演觉得他不行，然后我就真的开始吃素，然后每天带着就是小小的期待，跟每天都在祈祷说拜托拜托，希望戏可以顺利拍完，然后赶在我们要杀青前可以顺利的让一切都顺顺的做完这样子。那我开始吃素之后呢，周遭的工作人员也说好吧，那要不然这样，如果你的素便当很好吃的话，我也跟你一起吃，我们大家都来订素的这样。那有几个朋友他来拍戏，他说你要吃素的好啊，我陪你啊，这样就有几个很义气的朋友，所以那个时候就一阵小小的吃素的风气，有够神奇的。后来戏真的就顺利拍完了，第三个男主角他终于没有走了。真的，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真的有时候我偶尔在那个剧组的时候晚上回家会哭，你知道吗？就想说是我的问题吗？为什么男主角一直走这样子。那当然我现在说的时候是很好笑，不过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觉得哇，原来吃素是真的有力量的。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很多事情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譬如说家庭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是你的工作场合，你自己有些时候你的情绪很沉重，对吗？我们很不开心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对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可是我知道的有两件事，第一个是你可以用吃素去祝福这一切，你可以带着一个很简单的心念，是的，我就是想要用素食来祝福这件事，或是祝福我自己。第二个是我经过我自己个人的体验，素食跟肉食，它真的素食真的可以协助人在情绪上有一个空间，就是它有一个，我有一个空间是我比较容易转换我的情绪的。当我在很沉重的悲伤、很沉重的愤怒里的时候，如果我的饮食是轻盈的跟清淡的，它可以协助人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那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现在你的生命中真的有很多你找不到出路的，甚至在疫情期间你知道你的工作受影响了，我每天都很闷，我晚上睡不着，然后我真的会推荐练习吃素，就是用素食去改变你的内在状态，同时也协助你自己用一个正向的祝福还给自己。因为我觉得宇宙它就是像是你丢回力镖出去，你给它一个正面的东西，它就是会有个正面的东西回来。你带着一份很正向的祝福给这个世界，那份祝福也会回到你自己的心里。好了，那讲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想要喘一口气呢？我们再来听一首音乐，好不好？然后待会听完音乐之后，我想要在网络上跟大家回应一下留言，所以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你有想说的，请大家在这个音乐的过程中记得要留言哦。需要
的微笑，好好把握着每一秒，找回这无惧的年少。大风会再次吹起，风吹在对的时机，他知道吹响的目的地，就差一点到达边际。要值得为自己勇敢找一颗心，刚才在听音乐的时候呢，我很认真的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然后笑了好久哦，真的，大家真的超可爱的。如果大家有帮我们订阅那个蔬果生活志的频道的话，可以帮我加一下吗？因为我知道熊勾姨你有订阅对吗？谢谢你，谢谢，谢谢师兄。然后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熊勾姨说，常常收看蔬果生活志，最喜欢收看雅里美女和小黑大厨互动，哈哈 哈， 哈，好像兄妹对话。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小黑师傅我跟他认识已经非常久，可能认识有七八年了。之前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偶包很重的大厨，很会做菜，但是偶包很重的大厨。然后开始录雅里爱 cooking 之后，我就发现哇，他的五包还是很重哎、欸，可是就非常可爱，因为他讲话很好笑。然后的确，我跟他有些时候在做菜的时候，除了学很多之外呢，我也觉得就气氛是非常轻松的。然后如果在做菜的时候，做的人气氛是轻松的，其实菜做出来就会非常好吃哦。我要跟小黑师傅说，好不好？那也欢迎大家除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 频道之外呢，在我们的 FB 上面也会放上影片哦，或是一些我们幕后的花絮，这样子记得也要订阅一下。我们现在 FB 大概六万多吧，马上就要七万了，加了你就会变成七万咯，各位听众朋友。好，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明，对不起哦，你的名字是明文吗？一个文在一个心，明文。我喜欢有灵性的雅里，有对到眼，谢谢你哦。如果喜欢那个听我聊天的话，也可以去听我的 podcast 哦， podcast 雅里的静生活，搜寻雅里的静生活就可以了。我们每个礼拜跟大家聊天，然后也是说这些跟我内在世界比较相关的，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饮食啊、生活，还有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感触，这样子。然后熊勾姨说，我是客家人吗？对啊，是客家人。哇，超美的，笑脸常开谢谢，被称赞了，蛮有人缘的。常常想象是想我想象我是大林慈院常驻志工丽芬师姐。真的哦，我下次希望可以见到丽芬师姐，看一下到底有多像，好不好？然后还有维俊，他说感恩
张香师姐愿是月许，不要再睡觉了，去找朋友聊天都好。为什么要公开留言叫别人不要再睡觉？没错，不要再睡觉了，快点，现在还有十几分钟，赶快请来听我们的广播好不好？不过没有关系，如果你还想继续睡的话，晚一点你可以回播，还是可以听得到的。然后Rosianna Jen 她说午安 Hello 午安，真的很谢谢大家。然后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饮食。我相信其实这个疫情的发生对于你或是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其实从去年2020年开始，我觉得大家的日常大概都长这个样子，有没有？出门的时候戴着口罩，然后要勤洗手，对不对？我们把我们脸的几乎三分之二都遮住了。最近我还发展出一个新的技巧是什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以前呢，譬如说工作之前，我会花一个小时左右化妆，对不对？女生的妆啊，很复杂耶，你要这样子弄得漂漂亮亮的，又很细腻，不能够这样像狗那个油漆这样乱狗，要花时间。可是自从戴口罩之后呢，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只需要15分钟，因为上次我去露营，然后有个化妆师就说。你有必要这么麻烦吗？这个都戴着口罩，为什么还要画全脸？你就要练习只画露出来的地方。所以现在化妆我都只画露出来的地方。待会如果拿掉口罩，这边颜色就不一样。但我要说的是，就是因为疫情发生了，所以我们把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入口遮住了，就是我们的鼻子跟我们的嘴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以前小时候曾经被狗咬过，所以只要看到那种很会咬人的狗，我都会特别的担心。那后来呢，有很多狗不是就会戴那个嘴罩吗？就是把嘴巴，就是用一个像是那种网子一样，这样把它网起来，确认它不会咬人。有些时候，我看到大家戴着口罩，我都觉得好像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些画面哦。为什么？到现在。这个世界转变这么大，对不对？以前我们人，我们是负责让其他，譬如让狗狗要安静，我们负责让什么事情，我由我们来安排的。可是现在，我们好像要经历这些，我们要戴着口罩，把自己遮掩起来，保护起来。到底宇宙在告诉我们什么故事？然后我们到底在学习的是什么？2021年，尤其今年，我们的疫情变得越加严重了。我们会很在意我们周遭的人是不是有感染新冠肺炎，然后我们想要保护自己。然后我觉得它在很深层的意义上是在告诉我们，其实鼻子跟嘴巴这个区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发展的是我们要如何保护这一块生命的入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物了，对吗？如果我们要保护自己，其实就是从这个入口开始。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饮食，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一块我们说的话，我们在说什么样的话，然后我们在吃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食物，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好好的反思。可能在过去我们的嘴巴说出来的话，可能有很多是来自于我们很强烈的意识。我们可能会想要批判很多事情是对还是错，我们会很想要刷自己的存在感。可是我觉得发展到现在，疫情其实就是把整个世界变成一家人。你只要你没有照顾好自己，你影响的不是只有自己，你影响的可能是你周遭所有的人，有可能是你搭着飞机飞出国影响的那个国家，影响的整个世界。所以我觉得疫情给我们最大的学习是我怎么看重我的嘴巴，包括我的饮食，包括我的语言。然后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带着这样子的信念，很容易的，我觉得我们会利用大家的力量让疫情可以早一点消弭。为什么会说要看重自己的饮食呢？很重要，就是像现在不是说 Delta 对吗？你就算已经打了疫苗，它还是有感染的机会。
你要照顾自己唯一的其实就是照顾自己的免疫力。怎么让自己的免疫力好呢？我觉得有几个很大的原则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经常在演讲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我们永远都可以戴口罩，我们永远都可以勤洗手，避免病毒接近我们。可是真正最大的金钟罩铁布衫，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免疫力。那怎么用简单的方式促进我们的免疫力呢？第一个一定是为你的肠道创造很多好的蔬菜，好的纤维质，就是吃蔬菜水果。之前我们采访了一个美国的自然医学博士，他说，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忘记照顾我们的肠道。肠道就像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它一直在工作着。然后，如果我们只是吃我们嘴巴想要的东西，可能你的肠道会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因为肠道需要一个东西去让它的菌丛能够非常的健康，那个东西就是纤维质。所以那个医生呢，他就说，其实很简单的，你要照顾好你的免疫力，就是吃很多的纤维、蔬菜、水果，就这么简单，不用聊了。就是当你选择蔬菜、水果，然后照顾你的肠道，那么你的免疫力已经好了一半。然后还有第二个，他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还有一个状况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就是如果你的身体会慢性的发炎，哇，那你的身体如果一直在慢性发炎，那么你的免疫力就很像是他每天在扑灭小火，他已经很累了，等到你真的被病毒感染或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呢，他就会无力，后继无力，就没有办法好好照顾你。所以他说，为了要让你身体的免疫力在一个最健全的状态，你要避免身体慢性发炎。而怎么样可以避免身体慢性发炎呢？就是你应该要戒掉精制糖。什么是精制糖？像是白色的面条、白米饭，然后你一般在吃的白糖，甚至是我们吃的那些蛋糕、甜点、珍珠奶茶，它里面都有非常多的精制糖。你要把这个精制糖换成是自然界的糖，像是如果像我自己在做料理，我要增加料理的甜味，我不会放糖，我会放像是红枣啊，或者是另外一个野枣，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甘酒，就是甘甜的甘，酒就是一般我们喝的酒，可是它并不含酒精。它是有一点像酒酿那种发酵出来的东西，然后是完全不含酒精的，是完全纯素 OK， 宗教素也 OK 的。那像这样子的甜味，它就可以减少你身体去摄取那种精制糖，那么很有可能你就可以减少身体慢性发炎。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什么？就是要好好睡觉。那像在，不过大家这个我就不用多讲了嘛，大家一定知道啊，你就是晚睡，你的免疫力就是不好啊，对不对？尤其是人家说十点之后，你的身体就应该要休息。如果你每天十点睡，那么你相信你的免疫力一定会很好。然后再来就是要多做运动。不知道大家在疫情期间有没有做运动呢？其实说到这个，我自己做的是比较少。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破自己的梗吗？没有关系，我们从现在开始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对未来是很有希望的，慢慢的我们就要把口罩脱掉。你如果脸看起来圆圆的那种疫情肥太多的话，人家就会知道你疫情期间没有做运动，所以就从现在开始好吗？所以我说的这四个点大家记得哦，为了增加你的免疫力，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好好的照顾自己。那如果大家对于素食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欢迎大家到蔬果生活志的 FB， 如果你要有疑问你可以留言，我来回答你。然后也欢迎大家持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的1333下午1:33跟1800晚上6:00。那如果大家喜欢听我聊天的话，别忘了可以到 Podcast 或是 YouTube 上面搜寻雅里的静生活，每个礼拜我都会花一个小时跟大家聊天，好吗？没有一个小时，还是20分钟而已。好，那今天的聊天就到这里咯，先跟大家说拜拜，先跟网络的朋友说拜拜，再见。地球是我。
让生命延续的大地。生活环保，爱地球，要时刻铭记于心。慈悲是我们的天性。让地球复原，让生命更有尊严。